他们是冲着小云来的，带他走，走啊！你们说，啊？怎么了？怎么？啊！你们走！不要，不要！少爷，受伤了，我来。你打不过他，你保护他们。走啊！喂，哎，争什么？哎！ 大家一起走。 上车。 谁呀？还来？来，吃我烈火掌！